哦，红奴，你要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往前冲，你一定要稍微往后垫一步再转身，你了解意思吗？哦，距离才会抓到。哦，你要后卫拳，你要稍微往后退一步，你才有办法攻。好，开始。哎、欸，对哦，对哦。想办法去骗他，然后进去哦，要切进去，骗他切进去右，然后就可以攻击了。哦，这次脚很可惜哦，其实可以再进去就进去了哦。哎，对哦，我就不要闪了，他进去就他这块都送过来就可以攻击了，懂吗？对哦，那个亮亮，有时间就要去练呐。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都不够，对不对？像一般后踢、回旋踢都要稍微退一下再攻。对哦，对哦，很好哦。啊、你没有用力没有关系的。那你要一个给他，你不能一个人拿了。哎、欸、，good。啊，you if you want get point, you need shoulder, shoulder, OK。